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好，那喜欢频道记得按一下我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 跟 FB。好，今天要介绍的是《天地劫》手游，那杨云佐角色档案，降临人间的天界公务员。好，然后这是最近6月5号释出的情报，那今天是6月7号，然后大师才有空录。好，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杨云佐的这边的介绍。那之前杨云佐的身份，那就是神将相应。那相应在之前为阻止霍雍跟宾里开启天仪毁，天仪这是什么？天动仪啊，毁灭这个人世。他用祭魂平身，自身前往楼兰城探查敌情，然后不小心误入了霍雍布下的封界，然后镇静之诺对霍雍下战帖，然后16号一决胜负。然后之后呢，霍雍保证降药之仪顺利完成，在楼兰的观星台上布好封幽石戒。此时唯有副戒指冒失闯入，即使不知道明知自己不是霍雍并且对手，也能拼死一战。副戒指指相应吗？然后这边有之前的那个剧情的图片，即使霍雍，一切的确如你所说。两个分隔明幽两界，穹苍天河不容异界邪幽之死，玄虚太古的死鬼遗精更不容任意轻毁。我身负天庭命使之职，就是之后在拜阵之后，不惜手段要阻止霍雍毁灭人界。既然这手段也让小师妹感觉非君子所为，却着实拯救人间。他之前就是暗算还是什么的吧，有点忘记了，暗算霍雍吧。然后青岩之后呢，他变成了慕容玄机的小师叔杨云佐，加入神武关，成天查东查西的啊，只是为了探听霍雍转世夏侯伟的消息。然后这有剧照，光凭明正借账就能使地相出狼之耻，真应非凡人之人所为。有趣有趣。在这些夏侯伟与千年前的霍雍激荡不同，并无心破坏人界，反而想保护人界之后。杨云佐摒弃前嫌，多是为夏侯伟一行人排忧解难，并且在试探过夏侯伟的能力之后，为了避免生灵涂炭，愿以自己的性命向上天担保。好，剧照，给他这是因为夏侯伟想守护人界的心，给他充分信任与支持，致使千年宿敌一朝成为守护人界的盟军。没错，霍雍就是我，你一定还记得。现在是把千年前未见的旧事救个了结的时刻了，我总算可以现出真正的本来面貌。可是无论是副戒指还是杨云佐，他最终的身份都是武英殿左侍殿的萧二将军相应，乃是天界的神，听命于天界，身负天庭密使之职，以守护人界为使命，忠于职守，他全心全意守护人界，他责无旁贷。但这个是谁啊？副戒指是哪一位啊？怎么没印象？但你也知道此事非同小可，你可知道若你此行失败，人世将会如何。 OK， 这边最后结尾，对于杨云佐或者说对于他的真诚相应，小师妹却感到十分好奇。他不惜用性命守护这人世，是出于他的职责所在，还是他至于这对人世的眷恋？或许两者都有，但是孰多孰少，小师妹真心难辨，不知各位少侠有何高见。想必许多少侠已在手册中见过杨云佐战士的英姿了。然后我们最后要看重点啊 ，GIF 图啊，不是，这是 JPG 图，超帅的，超年轻耶。然后呢，这边有个 GIF 图档，然后他是神武关那个潇洒如风，持飞行的特性，在战场上来去自如，就有点像领取一样，展现天界神将的实力。我们来放大看，可以放大吗？可以耶，是不是有点钝啊？哦，他还在跑，要先让他跑一下。我先把它开起来，然后这边这样看得到吗？应该可以啊。这一张，哦，它可以飞到那个飞行的怪物前面。这边是裸空的地形，那么这边打一个奇怪的正方形，就是一般行走的人应该是没办法走他那边的。好，这是打鬼族吧。
应该是光属性的。不过杨云佐倒是真的很帅，杨云佐我记得是 SR 等级的卡片，哇，真的很帅哎！虽然他是 SR， 可是我超想戳到他的。啊，这边有放大图片，就是从这边，哦，可以直接飞过去这样。然后这个，就是那个画面度有点不太好，很帅啊，嗯，真的很帅。OK， 这种会飞的角色真的很帅。OK， 好，再来这一张，先把它点开。好，再来是神天赋神机妙算，不仅能在对战中增加物攻，只要会心值比对方高，就可以发动先攻，被打也可以先行出手攻击。哦，欸，那这个角色还蛮实用的啊。初始绝学白虹贯日，具备高倍率钢体攻击，击败敌人后便可减少3回的冷却，实现连续攻击。好，我们等一下放，欸，白虹贯日是哪一个？我们先看这个好了。哦，是先攻，天赋先攻的意思。好像每一只角色的攻击每次都会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这个白虹贯日，哦，这个六芒星，哦，帅哦，真的帅。这个怎么？蓝哦，还有蓝风神行哦。然后双形可以加攻击力，是不是？那出现一个剑的符号。OK， 哦，他像个冷风神行哎，增加固有攻击，同时提升一格移动力，全体加速更快、更高、更强。哦，这个是战场必须的最强的辅助条件，我觉得啦，移动格数变大是很有帮助的，对战场是很有帮助的。好。飘逸的身姿，优秀的绝学组合，让姚云佐在玄涛手势中脱颖而出。更重要的是，拿宝箱特别好用，跟领取一样。好，以上手游全部图片来自测试服务，不代表最终品质。也就是说，上面看到的东西到最终的出版，应该都会有所改变。好，那以上就是姚云佐的角色介绍啦。那喜欢我们频道，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 跟 FB。谢谢大家会喜欢这款天机劫手游，那我们。继续等待他后续的情报，让大师来为大家带来更多相关的讯息吧。谢谢大家，这就是收看，拜拜。